谢您，谢谢。欢迎欢迎，咱的圣教人民，咱的大团保安局，感谢感谢，伊就咱的保安局来给咱来所有的吼，这些人员多年来来给咱用了十二万分欢迎之礼，最感谢。
精彩表演哦。这是呢，咱的民俗文化呢，里面呢最具有代表性的。非常非常精彩哈！感谢感谢。咱王科尼才当欣赏到呢，这么精彩呢哈！一个呢阵容庞大呢，这么精彩的好看的节目。这一次来跟咱感谢南港圣德宫腰鼓四千岁哈，感谢咱所有这个办人员，给咱点头点头，那各位朋友大家呢吼，真正呢就用心尽心尽力哈。腰腹四千岁，驾前十二家夫，有精彩机会，也是靠着平常认真训练，常常家己单杠当中头前咧表演咧训练，才有今仔这个精彩的这个演出。啊，咱搁再再次掌声鼓励，来鼓励一下。
感谢，在这阵来给咱感谢着咱的同感性弟兄，邀请许先生吼，咱所有这个工作人员，安尼各位顶八顶头的吼，这个班员，啊，所以所有的吼，咱各位，咱的辛苦哈，谢谢你们，感谢着咱的同感，咱的性弟兄，恢复昌阳公布大典。感谢您，祝咱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。